生儿。
巧装改扮如此潮，但愿得让你乱着龙宫龙宫龙，此去杀贼将行抽藕包管教他天王回回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，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让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，就不是笑死你。小子，你告诉他。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。摸门儿。你的狗太君把他交给我，不行这不他。赵子，你不是咳嗽了吗？不是是伤风了吗？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，罚罚、哎、老子不在乎，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。我卖不我把滚你还能得能得滚你的那是太君的宝贝，呸！那是观世音菩萨，是我们中国的宝贝。你们都是贼，全都是贼！太君，一会儿他就不再催促催银了。另外，据我懂，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。那么大、那么沉的东西，是魔法过河的。要运进山，必须走那座老石桥，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。我看，不把桥给炸了，断了八路的后路，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。
Ha ha ha!
拉你上来哦。太君。鬼子扣这你还学会日本话了你啊，八嘎，你还敢骂我，我就会教你骂。家臣把锅烧得火爆，八嘎，好嘞大勇，好嘞，我在那边火腿子。在各地里，我们来了很多，大爷，过来这边。太君，
哎呦，要开！小孩，那里有水，有水的地方都有八路了。如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哪里有西瓜。西瓜，在哪儿？Thank you.